I'm back。喂，你拨电话是公号。喂，警察明后再拨。2000块。警察明后再拨。20000块。你拨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多声号开始计费，若不留言请挂断，快速留言。请按。多声号仅给我2000块，还有押韵哦。哎呦，等一下。还有一把，那一把。我不想。不想再提2000块了，那就直接给了吧。对啊，谢谢2000块啊！我的户头等一下会给，转给你。会给我吗？会给我吗？哇，你是不是真的是很坑啊你？没有，因为我想去洗。其实我本来是要跟你说，我要去洗澡了。可是林叔一讲话，我就想跟他要2000块。我是什么提款机啊？对啊，哪这种人啊？哇，那当你男朋友很幸福。他说：“提款机啊，你是养小白脸的那种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男朋友。对啊，好可怜哦。有没有要他钱太多？有没有要跟他在一起啊？钱多到没地方花呀，对不对？有人那个史蒂特曼还没买完的吗？这边有可能哦。哎，有。我跟你说，快点，现在跟他在一起，先赚16000。那款游戏那个。”农餐什么农餐要那个 STAXEL 的哦，我知道了，很难的农场对不对？是很难的，有点耶，我真的觉得有点难耶。很难吗？它是怎样的啊？它就是有物价啊，物价会不浮动啊。哦。没有人能逃出我的手。靠呀！两个红外线是怎样？会通货膨胀吗？才讲完呢。巴黎了。不要防守方。防守方。真的防守方，真的防守方就。为什么你们喜欢是攻击方哦？我喜欢攻击方。没有啊，防守方都没法跳了。哦。因为他有个角度，这是刚刚的吗？不是。你说有个角度什么斜坡？防守方那边有个角度是属于说他一次可以打两边，因为他只有一条路可以出来嘛。嗯。啊，你要打到我，你一定得看到我，你不能用绕的。嗯。就比如说我只要在那边蹲着，然后我那边一直打就好。你走错就被我打，你走错就被我打。嗯，你知道队友反光绕过来都看到。对啊，用新meta就好了。啊，传送门啊，也是可以啊。可是那时候他们都没有用传送门。他们都没有想到。因为他传送门要放斜的、啊，我才那他们要放斜的往我的视角放，我才打不到。传送门要放好，不然你放正面也很容易被打掉啊。没有啊，可以不打掉啊，谁过来就把谁打掉啊，更赚。哦，他背部还有那个绑带的，哎呦，好 sexy 哦！请不要打他好了吗？不要打他了好吗？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。他不是这样子打，可是你自己也在打、啊。我是拳王啊，他在挥拳呢、啊，怎么了？法拉，嗯，夺命，法拉，夺命吧，刚刚跳起来那一下，法拉，法拉，输啊！新美塔啦！要死！我帮你打掉一个双击塔了，还有一个双击塔我还在打，我已经打他6把了。哎呦，一个倒了！哎呦，我在干嘛？好的。走了啊。
麻醉好像难啦，对拳王来说。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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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啊，来不及。是不是要等人啊？前面的回来一点啊！等啊等啊！我只是丢一颗球球而已。就把对面的球球给杀了。他不是球球。对面有会丢球球的。你们要怎么冲？要传送门还是我开他？我先开好了。好。哎呦，烧接塔，烧接塔！哎，他。哎，那个西梅塔吸盾吸很爽啊！我看上面。这蓄力我就回家了。你是来蹭的吗？对。这就是真实的比例。跑太怕下去了，哎，没下去，有死了。法拉呢？法拉在里面哦。用大来抓法拉。没什么力啊。他被球吸死。对，我看到了。阿里救我！我还在后面，有点远、啊。那我走了。你是补包吧？我有大。你是补我很无力呀、啊。要艾琳补。对。我一贯补你比较快。可是我。后面莫一，一个进去我人就不见了。嗯，哇，还在扎自己啊！后面啊，差一点。谢谢。为什么有人两边？那不知道从哪里跑了。右边的雕像的右边有三个超级塔。雕像的右边过来了。他们，你们要冲我这个直接可以开大。我烧这塔打了两个了，完了，来不及，要从对面走回来。都有大，都有大了，没事，我烤死他了。那你回来，不要动，哎呀。是不是该动了？是，该动一下了。要怎么冲？进去。武圈，我跟你配合、哦。是可以啊。我先进去啊。好。好。好好。以为我们在那边吗？他们人不在那边，我当时走指定一边呢、啊。然后我吸到两三个。加油啊！我们开了好几个大。哇，输。输出全面。丢错球！你是马上冲吗？
我退了、欸。先等吧。先稍微撤点能量。要不然是我撑还是他撑我而已。你不觉得我比较需要补吗？把他右边，把他右边。来这摸你啊！他们开他们都是那种开狙击之后，然后就不会把狙击机放下来看一下附近的。我想知道是有没有补。怎么是在那个地方呢、啊？你在那个地方问有没有补？安娜可以啊，可是我刚没在那。可是你刚刚就在附近。嗯、有，你刚有在正面。我刚跑去找那个法拉，刚刚法拉有被我打两下。我干！你的。哇，能进不能出？啊！他说先去隔壁。他脑筋要控博影片，也要我们搭得起来。对，搭得起来。应该说我们会，有办法。小鱼在吗？小鱼。什么？你准备把火箭筒踢掉了吗？火箭筒还在啊。我不是啊，我说小鱼。他在观战，应该大概或许可能也许还在。因为我要去洗澡。喂。接手。不行，倒垃圾。我要洗澡。我倒垃圾。为什么是你倒垃圾？倒垃圾吗？一起倒垃圾。他们现在缺一个。一起倒垃圾。那你们一起进来不要倒垃圾。不行，垃圾会臭。那你们一起把自己倒掉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把自己丢掉。要不要接受？不行，有接受哦。倒垃圾，拜不。阿姨呢？那这人怎么这样？他不想跟你。你可以让他的关麦图案是红的。就让他跟人家不一样。好了，我去洗澡。这样子，红的。我去。哎、欸，十点了哎、欸，该关台了。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你看，我们可以收工了，是不是？那再一场吧。我觉得你刚刚说啥？他记得台。我说我与伺服器中断连线，怎么了吗？指令台。好的。你哪不玩？你哪洗澡？接手，你都没在听。臭臭，我赶紧去隔壁。哇，这进入游戏让我没按 Y。哎、啊，那哦，我可以玩。哦，今天他们各开各的。你就不要撞到泱泱他们哦。他没在开呀、啊，他没在玩、啊。他们也溜牌吗？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他们已经开始了。对，他们溜牌啊。开始，你刚好他们都在对面跳掉，有没有？哦，泱泱台好卡哦。泱泱在哪开啊？暖暖。猫居然来开台了，感动。好久没去暖暖。没关系，之后大家都回来了。之后就不要看到我了。对，
怎么大家都回来了？快有代币的赶快休息。嗯，我要休息了。有代币的赶快要弄到抖一抖哦。对啊，把钱花一花。秋晴，靠秋晴，靠秋晴，靠秋晴。现在开台哦。嗯，没有啊，对面金牌的 ID 啊。没有，刚刚不知道你念的。靠秋晴，怎么了吗？你的音，隐隐约约的准备歪过去了。嗯。靠秋晴啊，我一直都说靠秋晴啊。也太大声，会太大声吗？我觉得声音刚刚好啊。我太大声。不是啦，你至少也是啦。没有，刚才听拇指琴的音乐。哦。我会弹拇指琴啊，可是现在指甲因为压力太大，摇光光，没有拇指没指甲了。那不然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？15 20我挖台局开始。呀、yeah, 我三十我忘掉了，不好意思，把它回去。嗯，不许蹲了。踩到陷阱，干！后面战术，换弹！跑掉逃退。伤害999。哇，那么棒！完蛋！哎呀来！我这个复活，哦，没人了。对啊，这个没人啦。踩到夹子。跑掉头白。哎呦，还他们正在等我呢。
扩散伤害好多只啊。开去哪里？他开在家里门口啊。他机缘是，可是电视原本就已经怪死了。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好，放你一个夹在你前面，我不要前进。我知道，靠，我前后我要怎么到？啊，我打了，可以一波了。啊，等我嘿，等你中，看来是不行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你要关他的？要关啊。好，那就大家一起休息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今天我想一下哦，今天因为去剪头发啦，然后又染发，然后下午整个超累的，所以不想玩些太烧脑的游戏啊。好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好，关了。结果表示要跟他玩吗？哈？结果说要跟他玩吗？玩什么？斗争呢？为什么刚不玩？我刚洗好澡。你等小鱼吧，我应该快睡着了。你五号就看到我的新发型喽。秃头吗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兄弟，我就帮你。